就是他那个语言比以前就是流畅了，吐字清晰了。另外就是这个右侧呢，不像以前掉的那么厉害，就有点肩也稍微平一点儿了，就是腿稍微有点劲儿了。这个手呢，也比以前好了，就是手原来那个食指和大拇指伸不开来的，现在可以伸开来了。在过去走路的时候呢，他在外面走，他不能摆臂，现在可以摆臂了，就是摆的虽然不太好看，但是还可以摆。那可以摆臂了，怎么摆？像刚才你录像的那样，就前后摆臂可以。过去他就是说根本就不能摆，他一摆臂的话，我们那儿的医生也让他摆臂锻炼，他一摆臂的话，他脚底下就不会走路了，就会摔倒。现在就可以，而且就是过去呢，他不能蹲。现在可以，就在蹲一下，可以蹲10分钟左右，就下蹲蹲就下是这个，就这个，那样蹲着可以蹲，往前一他就这样。他现在就说那样蹲还可以蹲10分钟左右，啊，以前不行。以前不行，以前蹲不了，连1分钟都蹲不了。啊，现在这样能蹲10分钟？啊，那就10分钟没问题，10分钟没问题是嗯。吗？行，自己还能站起来哈。脚就是以前翻得特别厉害，现在没那么厉害。脚以前什么形什么样翻的？脚以前翻的，就是他就不能穿这鞋，必须穿运动鞋，穿球鞋才可以。啊，这鞋穿不了。他穿不了，他穿就把脚拐了。啊，翻得特别严重。有劲儿。他现在感觉就是腿和脚都有劲儿，比以前有劲儿。有点轻，就是。啊，有点劲儿了。哦，回去以后我们那儿的人说他走路好像右膝盖打弯了，以前不太打弯。啊，以前不太打弯，说话怎么好了呢？感手觉。话就原来是手话他清过楚了。去说话的，就说有的字儿咬真，就说不清楚，比较接近那个音，但不是准确的，这就说话流利了。过去一句话中间要停这2到3次。现在呢？现在就说，如果和非常熟悉的人在一起聊天的话，不会就说有什么影响。就和正常一样。但现在这就个说和还原，差一点儿，但他要是碰到生人的话，或者不太熟悉的人的话，一说话手那么话紧就张，结一紧巴张就有点结巴，儿。啊，一紧张就结巴，很结巴，就是这，就是说和熟人在一起，连熟人都基本上和那个，没什么问题啊，交流好像他们都说，哎，说话好多了呀，说话听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。以前不行。以前不行，以前别人一听就说话，这个脸上的表情自然多。过去那个脸上就是那个，好像看见这表情很不自然，很感僵硬。觉的就是那种哦，就是。僵硬是你自己说说哪有变化了？就算这些事情。啊，脸上表情哪块儿好一点？那就是又是脸上的跟他过去就说脸上就你是。说话的时候，这右边他也说不上，那脸上表情怎么？我咋觉这个一看能感觉出来？你知道说还不一定能说出来。是偏的厉害啊，还是怎么样？过去那个偏的也厉害，偏的偏右边偏的厉害，一边偏的厉害。再一个是，就我们那个朋友说的，反正给他说话他就没反应，这心里怎么想的，反正脸上好像就没表情。老是那个脸掉下来，脸掉出来了。老是掉个脸。啊，就掉是不个脸。高兴那样。面部表情比较僵硬，是僵吧？硬僵硬。现在呢？确实强。运动方面怎么样？运动方面就是协调性比以前好。协调性。比如说走那个下坡路啊，那个下坡路的话，他就说，不像过去那样的，他就过去走下坡路的时候，必须这个好腿。这个健侧呢要在前面，那样侧着身子往前走。现在，好，站住，来。转身，那走过去吧。好，走过来。
哎，那你跟在这旁边保护。他今天一直没有活动。没事，别着急。上楼梯咋没活动？今天这个房子哎，这下来吧。是，就是。他没活动，腿滑没热。是啊。嗯。这你看，不是进人了。也行。那你就掺他一下，就是你保护他，尽量不扶他，要歪的时候再扶他。我进去，我进去。心里还是紧张。别笑，别笑。